九降风吹出来的新普世饼，养颜美容的关西仙草，酸酸甜甜的宝山橄榄，内湾老街浓浓客家风味，司马库斯的神木群，北埔冷泉和坚实美人汤，新竹县好吃好玩全部浓缩在这一本《新竹追风款款行》专刊。邱县长和新竹市长许明才一起出席新书发表会，与大家分享新竹好山好水好文化。不只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软实力方面就是比较不为人所知，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比较花非常多力气去把这个新竹的这个特色给挖掘出来。透过我们天下的陈总编，他的那团队啊的介绍，我们大新竹地区啊，不管是玩的，不管是深入的旅游，让乡亲朋友能够跟我们分享。新竹县许多在地小农和特色产业都非常有故事性，获得这本专刊的青睐，化身一篇篇报道，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坚持。其中竹东的阿金姐，因为手做的吉酱远近驰名，受邀到场分享。碳足迹最低的里程就在我们新竹，所以我们这个吉酱其实我想应该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跑，不仅在于客家庄，我希望它能够像番茄酱一样行销全世界。新竹县市首次联手打造旅行专刊，用洗练文字和精美照片诉说新竹的故事，同时也邀请大家亲自走访，实际感受新竹的人文地景。新竹款款行，赞！